各位晚上好，这里是广东卫视正在为您播出的你会怎么做，本栏目是由仁和品牌联合特约播出，仁心仁爱仁和药业，关注健康，遇见美好。各位好，我是邓璐，今天和我们一起观察的嘉宾是著名心理学家雷鸣老师，欢迎雷老师。近几年我们看到中老年人陷入情感骗局的案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，为什么看上去很低级的情感骗局针对老年的群体成功率似乎很高？老年人的情感如何安放呢？今天你会怎么做，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话题。有些老年人在跟微信公众号谈恋爱。宝贝姐姐，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？身体还好吗？姐姐，我每天给你写信，你要喜欢我，我还可以来见你。生产这些甜言蜜语的是一批自称弟弟的账号，而沉迷其中的老人可能比想象的更多。我姥姥今年71岁，给她买了智能手机，全是给订阅号在发消息，里面全是发的语音，关注了几百个这样子的号。她只是觉得发这些文章的人是她喜欢的那个人给她发的，她一直觉得订阅号里的人要跟她结婚。老人憧憬着情感，账号中的弟弟则盯着打赏。姐姐，给我打赏个520吧。好。姐姐，再给我打赏个1314吧。一生一世都陪着你。对于此类现象，人们是否有所警惕？当目睹这一幕发生，你又会怎么做呢？本次拍摄城市是广州，地点是海珠区的这家咖啡店。我们在店内各处布置了隐藏摄像机，现在观察开始。哎姐，在这在这。这年龄差有点大的。哎呀，姐姐终于见面了，终于见面了，真漂亮啊！哎呀，你看你这，哎呀，坐这边，这么久终于见面了。姐，你比照片上啊年轻太多了，你身上那个丝巾，跟你气质特别配。怎么叫得出口呢？年轻人追求的情绪价值，老年人其实同样渴望。哎，对了，姐啊，那个我公众号的视频啊、文章啊，有看吗？我就看了好多遍呢。看。真的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谈恋爱都没这个感觉。哎呀，就要这种，就上面写的兜手的真心话。这看似荒诞的一幕，正在很多老人的手机中发生。老人被忽视的情感，却成了某些人牟利的工具。但现在啊，打赏太少了，哎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要把我的账号停掉了。诱导老年人打赏是常见的手段。你不要着急，我给你打赏，我每天给你打赏。不，别人打赏呢，都是520起步的，我爱你嘛。啊，说明姐姐爱我嘛，对吧？哎，能不能给我看一下值520打赏这信是怎么写的？此类文章视频并不高明，例如以下片段：亲爱的姐姐，今天是12月1日，祝愿你在新的一个月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但就是这样简陋的视频，占据了老人的情感空间。好好好，我也给你打520。真的吗？哎，什么玩意儿？算了。杭州的女生原本在打游戏，此时却停了下来，然后竖起手机，对准了男演员。姐姐，如果您能够再给我打赏1314。代表着对我的支持，一生一世嘛，对吧？这样呢，我的账号呢就能一直做下去了。那我呢也能一直陪着你了。诱导打赏金额骤增，
女生也突然起身。她走向男演员身后，只是陌生的老人需要去介入吗？这时候介入，我觉得，哎，心理上会有些尴尬吧。大姐直接一句，我愿意。我卖的是心动的感觉。我要完成这个月任务才行，要不然还是把我给开除了。你看，你刚才看那个，我就打给你了，我微信没那么多钱了，你看。这换谁不纠结呀？这样吧，你把银行卡给我，我帮你转账，转到我账号上。情况逐渐紧急，女生仿佛下定了决心，她会怎么做呢？走吧，姐姐，我们别浪费时间了，要不然银行关门来不及了。这是诈骗哦，是不是疯了？想钱想疯了吗？一个大男人的，我真的报警哦！你继续这样，你哪个平台啊？我们认识很久了。认识久又怎么样啊？你就可以诱导别人拿银行卡给你吗？什么玩意啊你！我现在就报警。他是在支持我的。支持你什么啊？你的工作很重要吗？别人老人家的退休金你也拿来给你交房租啊？我也很喜欢他。很喜欢他，可以啊。那喜欢为什么要拿钱来衡量啊？为什么要给你打钱啊？你是谁啊？你打开后台，你有多少个姐？美女，这样你也不认识他。我确实不认识。你也不认识我。我也不认识你，确实。我觉得你这样的行为就是犯法。闲事儿。妈报警吧。这样哄骗这样老人家，你过意的去吗？啊？女生不再多言，直接拨通警察电话。行吧，那你姐姐你先不走，我先走了。刚刚我骂他的时候，我也挺害怕的。那老人家那这退休金怎么能这样用的呢？不行的，哎呀，我有点，怎么能让一个努力了大半辈子的人，他怎么说呢？这，反正这些钱是到最后让来享乐的、开心的，或者怎么用都好，这不应该使用在这个地方。他只是一个陌生的人，哎，他的人生好像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呢。那我觉得该做的我就要说出来，觉得是该做的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制止这种行为，就一定要说出来。世界这么大嘛，我今天我坐在这里了，可能明天我坐在别的地方，就这件事发生的概率，我碰到的，我不可能每一次我都能遇见，但是我遇到了，我就一定要站出来。就如果每个人都不去做这种事情，那就很多这种群体的老人家就会被骗。非常谢谢你，没事，感谢。这个女生果然这么的果敢，出手不凡，说报警报警，说介入介入。如果说前面她还有一些心理铺垫，有一些纠结的话，这个时候什么包袱都没有了，就帮助老人不要上当受骗。而且她自始至终没问老人家意见。你要知道，给骗子打钱的时候，银行柜员几个人都拦不住一个人，民警都拦不住一个人。这事，对，我有看过那样的社会新闻。对，最后老太太就哭着喊着要把这钱转过去，几位基层民警拦住她，同心协力，不相信，你这是断了我的发财之路，你断了我的那个爱情，你这是。确实，这个时候就是扮演我们这位深陷在爱情迷局当中的这位阿姨，确实是演的，其实也挺好。哎，如果我对着屏幕唱一首歌录下来，你会认为我是唱给你一人听的吗？那肯定不会。很多人对着屏幕都会负责想象他是唱给我一个人的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对照呢？因为我实在太空虚了。嗯，我没办法，就是我孤独半生，蹉跎半生。嗯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懂我的人。我不去想象他是唱给我一人的，你让我可怎么办？这就是我的精神伴侣。反正我知道有人就是真的对这个弟弟动了感情了以后，嗯，就跟追星一样，各种渠道找着他们家弟弟住的地方，然后上门去。还有一些就是
大姐真的是倾家荡产，最后大姐夫发现你把儿子结婚的钱都搁进去了。所以我太能理解了。我们今天的剧情设计一开始来上来叫什么都叫姐姐，就是现代人吧，大多数都有个警惕。嗯，你上来就以对等的这个角色，嗯，去夸赞对方等等，就是有些大姐还是有警惕性的。嗯，怎么上来就夸我这夸我那个呀？然后他对我有什么别的想法？不可能啊，我们岁数差这么多啊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他有警惕意识。但是一换成姐姐，先用弟弟的方式进来，拉近了距离，然后慢慢的拉近距离以后，再怎么想那就是你的事儿。越说越亲，而且形成了一种情感长期的依赖路径。嗯，是这个好吗？可以，真喜欢是吧？对，谢谢、啊。难得姐姐今天过来是吧？我们第一次见面哈。在网上跟你聊一聊就很开心的，你看看，我就够了，你是够满足了，你是很开心的。哎呀，姐姐别那么说，其实我也很开心啊，你也在陪我聊天啊。你看，我一直啊都是很欣赏比我年长的女性。哎呦，是吗？是啊。哎，我发现她的话术了。肉麻的话术背后，是老年群体被忽视的情感。而填补这些需要可怕的代价。1元钱呢，它就是一个人气。每篇文章你也看了，我的文章你也看了，要达到3000以上的人气啊。如果这个月我还是没有办法，哎，下个月可能就不在广州了。欲言又止。利用老人真挚的情感，某些人在谋取暴利。哎，我手机那好像还有4000。远处的男士从一开始就在关注，要求是要4篇要达到3000，我只有1篇达到了。男士警觉了，要我帮你凑凑吧，我这手机里面没多少钱呢呀。不是钱的问题，姐姐，这个我觉得你这个事情跟家里人说一下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听着你们聊天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是我觉得你们是第一次认识，就第一次见面，起码是第一次见面，可能你们网上可能聊的比较多，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事情问一下你闺女。这哥们儿过来是打好了草稿的吗？他拿着一手机，上的应该是我先跟这大姐说什么，我再跟这大姐说什么。你看他拿着一手机，应该打好草稿。看不清楚，会是在录音吗？有没有可能有在取证？对，有可能在录音。两位都猜错了。嗯，这个是大事，原来打游戏的。不知男士是否是游戏高手，但一定是一位语言大师。你不帮我，我就离开广州。这个我觉得，这个我如果我是朋友，我肯定说不出这个话。比如人家给到金钱，我帮助我很惭愧的，我相信这小哥也会，肯定也很不好意思。我家里老人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希望他不会被骗。我没有骗他呀，我没有骗他呀。对，我没有说你骗他，我从来没说过你骗他。男演员自投罗网，但当事人往往执迷不悟。我能帮的一点是一点呐。那一次还是两次呢？下个月不行了。反正我有退休金，我能够尽我的自己的力量。对啊，姐姐每个月有退休金，每个月都可以支持到我发财。现在这个路人啊，完全被孤立。这大姐跟她弟弟是一头的，这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么强大的情感链接之下，似乎剪不断理还乱。男士并未就此放弃，反而有了怒火。可是如果这么坚持的话，我可能也会寻求附近的民警帮助的。这个小事呢，也没必要报警，对吧？对，我是看不惯这种太那个。太强人所难了，这样。姐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？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啊！觉得他阿姨那么好的、好心的人，是吧？我真的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出现在我眼前，我看不懂。因为我家里也有奶奶。依旧是温和的语气，却说着坚定的句子。你的游戏都没打完，你先打游戏吧。你看，我就是游戏都不顾了，就是来管奶奶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怕你待会会不会对我做什么，做什么。
奶奶，我真的建议你，您坐你别急着，急着这个事情干嘛呢？今天事情大把，事情我们一起聊聊嘛，对吧？有时候，你的队友不是掉线了，只是刚刚去拯救了世界。能不能稍等我一下？好嘞，处理完再说。这个事情先这样。出现这个问题不光是男家的问题，因为你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，是我们照顾，我们会有提醒男家这个义务的了。我们要反思这个问题。我刚刚其实也有想放弃了，因为奶奶好像很执着，我也做不了太多。我不能说完全共情的奶奶，可是我能理解一点嘛。我相信我最后报警那时候，可是就是我最后的挣扎了。对，把这社会相信，对啊，相信这个社会是温暖的，相信人民警察会给我们保护，是吧？他其实没有放弃一个原则，就是第一，他没放弃这个老人，不管这个老人有多么的执迷不悟，身在此山中，他都是要努力的把他从迷糊当中救回来。这个救的过程当中，你也能看到不容易。在迷局当中，这些老人，尤其是有这么情感缺失的老人，他们一般是什么样的一群老人？就是孤单。然后因为可能因为情感空置很长时间，对，也不要老说什么子女不在身边，就是我见过老夫老妻互相陪伴相濡以沫，很好很好的。我也见过老夫老妻到了一定岁数，一天24小时互相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感情生活完全是荒漠的时候，其实我都明白。哎，我都明白。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花钱买的是我自己虚构出来的一种慰藉吗？我知道，但只不过后来发现成瘾了，成瘾了之后越掏越多，我欲罢不能了，那样的也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阻止类似的情感骗局难度系数真的是太高了。他们可专业了，就是做这种专门针对老年朋友情感骗局的人，他们以前就是在社区里面管你叫爸爸叫妈妈，那些卖给你包治百病的养生床垫的那帮人，也是打着保健品实施骗局的人。这个咱们节目录的还少吗？用陪伴，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营销，对，然后就是带着老年人去听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讲座那个讲座，然后今天又开始卖网文了。看好你的钱。其实说到底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招数，它载体不同，最后的目标无非就是你口袋里的钱，你退休金账户里面的那为数不多的晚年保障。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不辞辛劳的去做这样的选题，是真的提醒老人家千万不要掉进情感的圈套里上当受骗。时间到了夜晚，此时演员周围有三桌顾客，我们开始最后一次观察。那瓜子脸，那鼻梁又高，你们那个年代绝对可以当模特。哎呦，嘴巴这么甜呢、衣服也好看啊，气质真好。好，你看，我给你写的那个公众号啊，点赞太少。特别是打赏太少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着急啊，我给你打赏。我给你打。这不好吧？我现在给你打，我给你打520。真的？真的，我现在给你打。我不好意思吧？这样好吧，扫一下码。男生举起手机对准了男演员。你打开没有？而与此同时，另一桌的先生显然也觉察了什么。他们会怎么做呢？太谢谢了，太感谢了，就知道姐姐对我好。姐姐啊，要是能再给我打赏个多少，1314，代表了你对我的爱一生一世。那边的男生突然起身，还带上了书包。哎，好像那位男士并没有离开。男生的确没有离开，而是去准备了个大招。姐姐，你银行卡有没有带？带了。我们拿完钱我们就吃饭吧。走吧，我们去银行吧。
去银行拿钱吧，你帮我过了这一关，弟弟下半辈子好好陪你，我肯定好好陪着你，是吧？你对我不离，我对你不弃，对吧？啊。当男演员走向门外，却迎面遇到了一个熟人。那边，哎，银行在那边呢。不是我站在这儿。好，那你站，你站，我走下面。我让骗子无路可走。没事，都一样，走哪边都行。那走那边吧，走那边吧。这边也走不了。哇，这太帅了。男生拎过椅子，仿佛持剑的侠客，但他并不是孤单英雄。店内走出来几个男生，店外走上前一位先生。这肯定走不了了，按这个阵势。素不相识的人们有心照不宣的默契。男生之前的离开其实是在门口报警，现在的阻挡就是在为警察争取时间。哎，坐着吧，坐着吧。哦，谢谢，没事，坐着吧，那请先凉快坐着吧。哦，谢谢。这可以，这个举动挺温馨的。首先给这个老人家一个表态，我们对您没有任何恶意，您赶紧坐下。对，现场有了两把一样的椅子，却带着截然不同的意味。说他平时对我聊天，我很满意，就是你。但你聊天，我们也可以聊。你有多少时间陪他聊呢？我一家就得喊，我专职陪他聊，我还给他录视频。而家录吗？有咩问题？你仲可以帮佢做啲咩嘢？可以帮他洗脚。而家咯，开波。啊，可以。你拿个脸盆出来。我而家本来买个面盆，你等我。我而家。我不行了，我就要笑场。我们广州的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啊，这真是太聪明了。他用喜剧对付了一场闹剧。这个男生暂时离开。但围住男演员的人却越来越多。行了，你们去忙自己的啊，不要打搅你们吃饭啊，要不要擦个凉了？你们又不认识他，对吧？你们在这里待这么久，也耽误你们事儿，对吧？人们不再理会男演员，但也一步都未散开。这个人西装革履，看着还挺文质彬彬的，但是他有可能会。被断了财路，就会恼羞成怒。他要打架的话，我们就拿起椅子反抗。我有看到，就是您好像有拿两次椅子。啊，对，第一次想挡住路，第二次就是拿过去给老人坐下。那一坐下，不就又可以多拖个五分钟吗？先把老人家先留在这个地方，等时拖时间等，因为我知道已经报警了，所以这时候就拖住时间等警察过来。感觉您对。诈骗这个事情还是挺警觉的，还是我们政府的这方面宣传做得比较到位，然后关于520、1314这类的一些诈骗常用的金额，对，都会在我们普法栏目会有一些宣传。今天经历这个事情之后，我也会跟家里的亲戚们，上年纪的亲戚们来宣传一下，就是谨慎管好自己的钱包。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站出来的人够多。如果是我一个人出来，我不一定能够坚持这么久。刚才很多人跟他站在一起，尤其那个跑去买脸盆的男生。是的，他真的买回来了。我说那你能帮奶奶洗脚什么的吗？然后他说可以，他说，我说那行，我现在去买个盆。他们不是活该，他们是那种情感空虚，对，就是就想要有人陪伴那种。你不用特别对他们做什么，你就陪他们聊一聊天什么的，能够让他们开心一点。
哎，那你有看到你的朋友一堆人就是一起去阻止？我的朋友超棒，我的朋友超棒，朋友见到了。一群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啊，我觉得好像在看周星驰的喜剧电影。这个过程当中，雷老师，你能看到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们他们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吗？那我跟你说，这也就是广州，只要换个地方，弄不好这骗子在这顿揍都爱上了。就是这椅子不再是用来坐的了。对，就是确实可恶，你知道吗？这帮小伙子还是挺文明的，还客客气气圈一圈跟他说。一把放好的椅子其实是给老人家的一个保护，它是一种象征，但是真正要用社会的层面建立起这种防护机制的话，你觉得最当务之急的是什么？社会规则你定得再周密，你管不到心里的角角落落。对，那是很多个人心里的角角落落。你说你把社会规则定到多密，你拦不到那块地方。但是我们总能给予一些支持，比如说通过你会怎么做这样的窗口，就只能让大家更多的看到呗，更多的看到，然后提升识别能力呗，大部分老年朋友还是能够及时识别的。对，那这就是需要亲人也好，需要社会啊，需要舆论也好，来给予这些支持，能照见这些角落。随着老龄化的挑战越来越迫在眉睫，如何去关照晚年，其实原先可能更多的是着眼于老年的身体，但是通过今天的节目，或许能让你我知道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同样重要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。本栏目是由仁和品牌联合特约播出，仁心仁爱仁和药业，关注健康，遇见美好。朋友们，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会。用爱传承这份匠心，仁心仁爱仁和药业。